愿圣光使你平静。打得好。真的，其实没那么重。燃烧吧！我还撑住，效率让老板满意。超载启动中。我还撑不住，我的商品最划算。我在寻找优秀的佣兵。我们会击退这些野蛮人，逃过他们的流氓。效率让老板满意，封口费要另外收。超载启动中，我的商品最划算。封口费要另外收。
么说的。圣光，你平静。我们会击退这些野蛮人，死者安息。这些野蛮人，不要妨碍我！打得好！我们会击退这些野蛮人。报道，暴徒，你幸亏一命，奥德劳，给我进攻！我的刀刃渴望复仇。真的，其实没那么重。真的，其实没那么重。报道，纵然圣光暗淡，我等依然奋战。战争的语言，战争的语言，一定
定要守住北方城堡。我们会击退这些野蛮人。我看错了。真的，其实没那么重。这是失误。催泪，我敢没催泪。我犯错了，愿圣光使你平静。纵然圣光暗淡，我等依然奋战。前来报道。强化防御就是最好的防御。你赢得胜利。圣光，你平静。真的，其实没那么重。我们会击退这些野蛮人。来报道，肚子烂牛拉萨，
来参观校园的吗？燃烧吧！破坏他们的魔法！我们会击退这些野蛮人！燃烧吧！这本你一定要读。结束了，你赢了。愿圣光使你平静。说一遍吗？我要赶紧记下。这些野蛮人，有个兽人走进了一间旅店。真的，其实没那么重。前来报道。帅就是生命。
这样错了吗？不准乱丢垃圾！那个手下已经攻击过了。魔法不是玩具。